哦，不知道也是个答案呢、哦。啊OK， 不知道也是个答案。哦，你喜欢吃披萨？还有我最喜欢。哦，你也是喜欢吃糖的，牙齿都掉光了。Francis， 你最喜欢吃什么 ？What do you like eating？哦，香蕉，跟我说香蕉。香蕉。我说什么，你跟我说好不好？这是个冰淇淋，香蕉。哈哈哈哈哈哈 ！Banana is good。你们不要对小朋友。灰太狼夫妇，灰太狼夫妇因为吃完饭付不起钱，而跟店主吵了起来。这时，喜羊羊对灰太狼说：“好玩，看我叫刘屁股，我叫屁股付了今天的饭费。”灰太狼一听，立刻答应了。灰太狼开口回家后，灰太狼的妻子问他：“我们怎么能吃羊呢？”灰太狼说：“我操你这！”Okay. 吃不到不吐葡萄皮。哇、wow, ，it's so great. 吃不到不吐葡萄皮。Yes.